开起大招我就去找猴子了。不是咱说，我开大的样子，猴子你怕吗？外挂外挂外挂！我就不信了，我不信拿不下你。等我，等我，等我开个大招啊！这一波我五个人。我五个人哥，我还真就不信了，我五个人拿不下他，我开几大招我就让他。我又没啊，来秀，好啊，赶紧跑啊！他现在才四连招反，不要让他拿五杀，快啊！不行，打完这把我也要试一下，我到底要看一看他是不是外挂啊？OK， 装备出完，发技，外挂 ，Blood。那我来问，这不会给训练营出 bug 了吧？我觉得吧，也是。这王者多久没更新训练营了，是吧？他这猴子要有这样的伤害的话，那不真成神话黑悟空了吗，兄弟们？我又来了一局巅峰赛，来亲自试验一下这套猪装。话说我自己出野区，把对面两个人打残血之后，随后我就被包围了。此时你们应该以为我要过，但是你看到紫马姨的血量了吗？他快没了，我最后一棒子啊，他就赶了。我操！我敢了，我敢了！对于上一波，不管你们服不服，反正我是不服，所以我就养精蓄锐，养到了五分钟。养到五分钟以后，我就来打龙。不知怎么的，我一下就把大龙赶了。当时我都被震惊了，于是又去打蓝 buff， 蓝 buff 也没了。再打小野怪，小野怪也被我一下 KO。就连打对面的防御塔，那也是顶格伤害一千。我天哪！随后我就去找了对面的人员，那我是一棒一个，一棒一个瞬杀97%，我的天哪！我当时就被懵了。接着拿下孙少将24818的伤害，四连超凡。此时的对面只剩下一个人了，你猜怎么着？他过来了。我提枪就去，我一下26500连绝世，我的天哪！这套涂装玩吧。